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二章28到第三章的第十节。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读约翰福音一书的时候，福音主要是讲约翰福音主要是讲神学的道理，然后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应用这些神的教导。所以，我们上个主日都看到是真正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把基督徒要有一些什么行为，要有什么样的概念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把它定为行义的基督徒。那真正基督徒不仅是你要有正统的信仰，而且你还要有公义的行为，就是说你在你的行为上、你的言行举止上要合乎神的旨意的，要合乎神的教导。所以你做真正的基督徒，如果说你只有很好的这个信仰或者是对圣经的理解的很多，但是你没有很好的行为的时候，应该也不算是真正基督徒。所以要全部都有。当然，重要的是说我们在信仰的时候一定要走到正途上，而不是说走到这些其他地方与神的教导不一样。然后呢，这一段经文呢，约翰主要是把这个基督在显现的这种事情呢，给予基督徒要如何做见证，显现出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连在一起。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说，要明白耶稣基督两次显现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了解这第一次显现他道成肉身是事实，而且他再来会再来的时候是我们的盼望。为什么说他说是事实还是盼望？我们有分享过，当时有假教师假的这个教导异端，就是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没有道成肉身，他被钉死在十字架，只是他的肉身，他的灵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理论说出来。约翰为了他的教会，为了他的跟他所教导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要把这些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这里，你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你正统的信仰是什么？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这世上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盼望他再来？这就是在这里他所显现。也就是说，因为在我们了解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和他再来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情形的时候，让我们了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有了正统的信仰在你的行为上也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说，没有行义的行为，就有不可想象的后果。你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说我只是了解圣经，我把圣经从其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背到这个启示录的最后的22章的20节，都了解都背得很熟的时候，但是你没有正统的行为，你没有这个是啊这公义的行为，还是有问题的。那圣洁行为的必要性是什么？第一次，写基督来了，第一次他除了罪内，除去了罪，然后呢，他毁灭魔鬼的工作，他什么？他战胜了死亡，他三天又复活了，他到天上做王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来是为了罪，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当我们盼望看到他的时候，就像他怎么样？一样，就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圣洁的身体，全部要改变。所以，这是我们永生的盼望。他第一次来，我们接受了他，我们承认了他，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救赎我的罪，成为在因信称义这道事，这个是成就上。然后，我们还是要盼望他再来。所以，有这两次的认识基督来的目的。我们信徒绝对不可以继续生活在罪中。那当然，你说我们会犯罪，不错。那约翰他在这里面就教导我们为什么不可能犯罪。也许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在我这些经文他有解释得到。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忠于基督的基督徒，就要为他再来的做好准备。我们因为他来，第一次来，我们得救了。那我们现在盼望他来的时候，当你盼望他来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第一个，要行公义，要有圣洁的生活，要证明你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那约翰也，他在一书中，在
今天这些经解，它有解释，怎么样是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才是能够是见证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把这个重点摆在我们心里，我们来看这些经文。那经文很多，其实也不多了，但是我想说，我们就不用念，我们把分段的时候再念。那第二章28节到第3章第3节讲的是行公义的，所以我把这些经文念一遍。第二章28节这么说：“孩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自惭愧地躲避他了。你们既然晓得神是公义的，就应当知道，所有行公义的都是从他生的。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怎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真是他的儿女，因此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亲爱的，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怎样还没有显明。然而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凡对他存着这盼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一样的洁净。看到没有？他在这里讲了有几次提到"显现"这个字，讲到基督显现的事情。重点是他在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耶稣基督？这是这里面的重点。我们来看，他说："孩子们，你要住在他里面，这样他若显现，你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惭愧地躲避。"这里讲到基督徒已经。与耶稣基督的是一个种个人的关系。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第15章有讲到，要在他里面才能够结果，他也在我们里面。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是很大众的每个人都一样，而是你自己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你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要住在你里面，缺一不可。所以这就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你可以回想自己，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如何？你只是口里承认了他吗？你有跟他来往接触吗？这就是我们应该要了解、要知道的事情。然后呢？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有两种情形可能发生。有人会有蛮有信心的接见。跟神见面，跟主耶稣见面，但是有人会怎么样？羞愧地躲避他，不愿意见到他。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他要来的时候，那是要审判的。不错，我们会得到永恒的身体，我们会得到神的奖赏。但是如果说你要没有信主，没有接受主，你就会受到审判。那审判就是。他反正不认识他，我会见不见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见的耶稣基督也没有。但是重点是在第二点，有些人会羞愧地躲避他。我们愿不愿意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都说啊，你是非常好的儿女，你是非常好的仆人，那拍拍你肩膀，好好工作做得很好，还是你说啊？我在神的国度里没做什么，我就站在后面去好了。那不知道我们在我也讲过，常常提到，就是说以这个毕业典礼来讲好，我们见到主耶稣就等于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到讲台上得奖状、得冠冕，还是你就在后面坐在后面？我觉得我知道我们在参加毕业典礼，常常我就是坐到最后面的，没办法上台得奖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愿意有信心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从他那里得到奖赏，得到冠冕。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所效法，而不要有羞愧。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孩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你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什么？我是圣洁的。"我得了被神称义了，而且他来的时候，我也不会惭愧地躲避他。我很光明正大的来到神的面前，愿意他给我祝福，愿意他给我
我认受他，这就是我应该有的心态。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我们能够看见他是坦然无惧。接着说，他若显，就是说坦然无惧对主，面对主的时候是要有信心、有勇气的。你可以大胆、直言不讳的在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做见证，或是在弟兄姐妹面前做见证，或是在所有的圣徒面前，耶稣把你叫出来，你做见证，毫无愧疚的把你的见证说出来。然后你也可以大胆的在神面前，透过祷告亲近神。神是怎么样听义人的祷告？如果说你心有罪，或是不行公义的时候，你会想象得到神会听你的吗？你可以，当你发现自己有罪，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原谅、怜悯，这神是愿意听的，神会听到你的祷告。但是你一直在犯罪，一直在犯罪，你在神面前，只有碰到事情的时候才到神的面前。平常也不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会听你的祷告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然后呢，你在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末世审判末日的时候，也不会在他面前退缩，因为你知道你会得奖赏，你不会躲避的。所以，我们如何准备等候基督再来？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继续在他里面。才能在他面前充满了信心。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就要有很强烈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再见到神，见到主耶稣基督。但是你要在你的生活上要表现出来你的信心。那我们读四福音常常说啊，你们小信的人呐、啊，你们的信心不足啊。不错，那是使徒他那些使徒12个门徒的时候，是不是？不是有很强的信心，但是主耶稣离开他们以后，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些耶稣基督的教导，能够有这本圣经，能够相信基督教，都是因为他们后来信心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在神的面前祷告。你去读《使徒行传》，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显现在那个使徒的身上。尤其保罗，所以呢不会躲避他。然后呢，我们既然晓得神是公义的，就应当知道所有行公义的，就是从他而生的。这里他有两，第28节讲的他是指的是基督，在29节讲的他就是讲到神。所以约翰说神是公义的，也在前面我们知道有没有读到神是爱的。如果我们知道信神是公义的这个事实，从他的逻辑来分析的时候，就知道凡是行善的人都是从神生来的。一个人工作行事圣洁与行善怎么样，不是是够重生的证据，而不是我重生的原因或条件。怎么说呢？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称义的吗？是无罪的吗？不是，我们是有罪的，来到罪的面前，不是因为我重生了，我无罪了，才来到神面，而是因为神的公义，他的恩典让我称义，我才有重生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你要活出你重生的新生命的证据的见证，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要行公义的都是从他生的。我们今天能够行善，能够被称义，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接下来他看到就是说，这重生啊，从行善的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因此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想到什么？神是如何的爱？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约翰感受得到神的爱，那种 agape。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是讲到神的爱。
从神的爱里面，从他的恩典中，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果说以色列人来看，犹太人来看，谁是神的儿女？只有他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的父是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而不是其他人的神。但是在这里，因为神的爱，我们外邦人成为被神收养的儿女，我们也同样可以继承神的产业。这就是我们的福分，是神爱我们。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可爱吗？我们无罪吗？不是，是因为他的恩典。所以在出生之前，我们就得到这个身份。这个是什么呀？神已经拣选了，是神的旨意，不是人的公义，是神救赎的旨意，是神救赎的计划，不是说我要诚意，我要接受的，不是，是神已经拣选了你。那这是什么样的爱呢？向我们展示，就是说。像约翰他们，或者说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展示的爱，是他慷慨给我们，没有条件的，只有一个条件，你只要信，你只要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爱，这种恩典。你想想看，哪有这样的？除非是你父母对儿女，父母亲对儿女的爱是无私的爱，无论小孩做的什么事情，都是要爱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有这样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行，如何做？神的儿女不是头衔，是事实。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才会能够坐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我们称呼大家是弟兄姐妹，而且呢，是神给我们的特权。我们配得吗？我们不配的，但是他给我了我们，我们就变成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特权有什么？可以继承他的产业，这是他的恩典得到，而不是我们是如何花时间去做得到的。所以，神的儿女世人不同。世人他不认识、不承认我们基督徒，他们看有时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所作所为有点藐视那种味道。你们怎么会去傻到这个样去做这些事情呢？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心里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去做。所以，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父，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也就不能跟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神，来享受神的福分，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产业。所以世人跟儿女不同，我们看还没有得救的，不错，他们与我们不同，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要临到他们身上。接着他说：“亲爱的，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怎么样没有写明。然而我知道，主若显明的，我们必要向他。”而且必要看见他本来的是怎么样的。他这里说“亲爱的”，主要就是说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一起，在他的教会中，或是他所信的徒这些信徒们。所以，因为他们是天父所爱的，所以使徒也爱他，所以称呼他们“亲爱的”。那所以这也可以想象到，我们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相亲相爱，都是一家人。所以，当你对待一家人的时候，就不应该有什么分门别派的这种，你是什么党，你是什么，没有这个样子。一起是一家人，都在神家里，都是有爱。那他现在说，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无论世人承不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看我们有多傻。礼拜天早上一大早还跑来这里，9点半就到这里来听听这个杰西先生在这里说一些事情，啊，听牧师的讲道来敬拜。不是，世人看不起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很聪明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翰他知道我们不能确定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要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那个人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显现出来。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只是盼望，我们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永恒的身体，永不朽坏的身体，我们会在神那边得到奖赏，得到冠冕。但是我们看见了没有？我们得到了没有？还没有，那就是盼望。所以，如何才会得到这些事情呢？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发生。所以呢，在如果说讲到新约里面的使徒，这12个使徒，保罗啊这些，他们这些所传出来的福音，传出来的这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他们只知道神向他们透露。你要保罗，他看到什么？约翰，他看到什么？他跟神在一起，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他是他最爱的、喜爱的个门徒。他写的启示录，他看到异象，他看到，但是那只是神告诉他，他看到。所以我们也知道，他知道了，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或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他一样的，有一样的身体，或是有一样的荣光、荣耀在那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能吃能喝，那样的身体他已经显现出来，当时的门徒都看到。那我们也要看到他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现在相信他，但是我们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因为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过。那我们也知道末。在末日的时候，或直到永远，我们都会与基督同在，也要像基督一样，我们就心满意足。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盼望，我们只盼望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能够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愿意等待，耐心的等待，盼望他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常常祷告说：“哦，盼望你主再来，主快来。”啊，我希望你来，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盼望就达到，就显现出来了。我们所盼望的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要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他接着就开始警告了：你凡存这样盼望的人，怎么样？就要洁净自己，像他一样的洁净。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罪，他被钉死十字架，他是无罪的，被钉死十字架。无论怎么样的试探他，他都没有犯罪。无论是魔鬼，无论是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个祭司、大祭司，怎么样，文士怎么样去试探他，他都没有犯罪。所以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带来的荣耀，带来的荣耀是他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也让我们变得像他，无罪，没有罪，完全圣洁的。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不是要准备好？如果说你不是完全圣洁的，或者是说你心里还有罪，你还是继续犯罪的时候，你能够变得像他一样？你是不是就要惭愧的躲避他？人都有盼望，都有希望。那有时候希望看看就没有了，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基督徒神儿女的盼望是基督的应许，是神的应许，这是确定的。不要怀疑啊，为什么还没有来？已经2000年了，3000年了。啊，这讲了这么久了，还怎么还没有来？不管他，我们是主要的是什么？我们一心一意盼望他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洁净自己。无论世上变成什么事情，我们自己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洁净，在神的面前能够让神说啊。你真是一个好仆人，你真是我的好儿女，那是我们所盼望神对我们的夸奖。
这才是我们真正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所以，我们的盼望是真理，是神应许的，但是它有挑战性。怎么挑战？我们活在这属世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干干净净、洁洁净净的见，我们每天所碰到的事情、事物都是属世的。不同然的而，是，我们要充满信心，能寄托在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当我们充满了信心，把我们所有的信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放在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去做神喜悦的事情，而不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你会照神的旨意去活出你的生命来，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洁净自己，而不是说在仪式上哦，每天洗个澡，穿得漂漂亮亮，那你要打得喷喷香水出来，大家就很洁净了。你看旧约里面那些祭司在要祭拜神的时候，他们要洁净身体几天、7天、3天这样子，对不对？然后那只是仪式上。有真正要做到是在道德上由内往外的洁净，从你的内心开始显现出来，把你的生活、把你的行为、你的心改变了以后，你的行为也会改变。你心如何改变？跟随主耶稣基督，灵修、祷告、读神的话语，神就会带领你，圣灵就会教导你如何把你的心。改变，由内往外把你的基督徒、基督的样式活出来。你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人家就看到你就是基督徒。所以，约翰强调过，基督是公义的。如果我们不想在他来时候蒙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行公义。既然耶稣基督他是纯洁的、圣洁的。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一样要像他一样洁净。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当然，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洁洁白白的。但是，如果说你每天能够跟神接近，读神的话语，灵修，这就是保罗说的成圣的过程。你成为基督徒，不是翻个页就哦，从一张黑纸里面完完全全就变成白纸。而是要慢慢、慢慢、渐进的，神会带领你，让你的生命会改变。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那重生，神生的呢？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我来念这经文。第四节这么说：凡是犯罪的，就是做了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你们知道主曾经显现。为了要除掉罪，他自己却没有罪。凡是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见过他，也不认识他。孩子们，不要受人欺骗，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公义的。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因此。神的儿子显现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这样，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很明显的。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出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这样。要注意到这个，我挂号起来，这是。从原文里面翻译出来，就是神的生命原文做种子。你记不记得牧师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后裔，希伯来文里面也是讲到是种子，是一颗种子。这里神的生命是种子。把种子想想看，如果说你把一个种子种到土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耶稣有用什么撒种的比喻？来教导这个种子的力，然后他说：“凡犯罪的就做不法的事，罪就是
不妨。凡是有罪的，都无可逃避，也不可例外，不是指什么异端分子而已哦，那假教师而已哦，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所有的人，而不是某些人，而不是说啊，这一群人犯罪，这一群人没有罪，在神的眼里面，没有一个行善的在这世上，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义人，但怎么样才会成为义人呢？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嘛，成为基督徒嘛，神才称你，把你称义的嘛，就把你的罪已经抹去了，你重新开始重生了。所以罪是所有的，不是一个人某人的，或者所以罪的定义就是凡犯罪的，就是犯了律法，他们是无法无天的，眼里没有律法的。你看看世人，如果说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教导，跟世人所作所为比较一下，他们是不是无法无天？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也完完全全能够符合没有犯罪的事情？是有的。重点是这些世人，他是公然的反对神的律例典章，他们不认识神，他不接受神。无论你怎么说，他就是说我无论顺呢无神论啊，没有神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有很多神，我拜是哪一个神都一样，我只要不做坏事就好，对不对？这可能都是中国人的很多这个民间思想是这样子，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没有一个好人，都是罪人。那他说你第五节就是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为要除掉罪，他在约翰一书里面常常提到说，你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认为他的信徒或者他的读者已经知道一些基督教里面的道理，应该说是他们已经读过约翰福音的这本著作，因为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一定会跟他们讲到这些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事情，所教导的事情，所以他们应该知道一些知识，所以说。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你们也知道一些真理的时候，那你们是不是要照这个真理去做？然后呢，你所认识的这个知识，并不是说罪，而是有关于基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所有的事工，他为什么来的？重点不是说啊，你有罪，你有罪，你犯了什么罪，把律法书拿出来，你一条一条说，你都犯罪。而是重点是基督来到道成肉身，第一次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的位格以及他的事工，他是神的儿子。当时的异端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当时的异端有人不承认他能够赦免人的罪。其实像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相信的。如果说我们对罪有正确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也就会不愿意去犯罪，会憎恨这些恶人。你会喜欢恶人，你看到那个坏人的时候，你就是有时候就咬牙切齿说：“这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你看到一个好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人真的是他的行为怎么样，值得一个效法的。所以在我们真正了解犯罪是什么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去犯罪。我们周围也常说，我又不杀人放火，我怎么有罪呢？很简单，我们读圣经，最近我们读到约瑟的故事，他的哥哥为什么要把他卖掉？为什么要杀他？嫉妒，对不对？他嫉妒，他哥哥嫉妒他，他爸爸爱他，雅各爱他，然后给他穿好的衣服，然后他又说，我做了梦，你们都要向我跪拜。这个，然后他要杀了他，最后是把他卖到给埃及，就得了几块钱。所以你可以想，嫉妒如果从嫉妒里面慢慢会得出什么结果？保罗也教导过，圣灵的果子，嫉妒不在里面，那是罪。所以看，当我们人的心时候，绝对不会说我去杀人放火才是不犯罪。在神的眼里面，你心里所想的事情，在神都知道，有的是不合乎神的标准的时候。就是犯罪，
所以在，但是基督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罪，在他里面没有罪。所以基督来是要除去所有的人的罪，然后呢，凡是相信他的人就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主耶稣基督就在我的里面，我也在基督里面，把这两件无罪的人联合在一起。他没有罪，因为他赦免我们罪，所以我们也变成没有罪，能够跟他结合在一起。当你有罪，你是不能够跟神在一起，跟基督在一起。所以世人，当你要成为基督徒，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认罪、悔改、承认他是救主，这是一定要做的步骤，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那根据约翰的逻辑来分析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儿子是永恒的。本质就是他无罪，他无罪是永远的，永远不会犯罪。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啊，神原谅我们的罪的时候，我就变圣洁了，变神称义了。那我明天是不是还会犯罪呢？还有其他的罪性在我的心里面呢，在我的身里面呢？所以我不可能说是完全无罪，但是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他的目的来到这个目的，道成肉身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要除去人的罪。住在他里面的人就不会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的人也不会继续犯罪。我来想想这句话是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打错字，但是我可以这样子解释。如果说你一直在犯罪，你终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认罪，你也就不会再犯罪。所以说，有的人就是说一直在罪在监牢里面，他犯了多少罪多少罪，比如说一直继续吸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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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够戒毒的时候，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他可能会去戒毒。所以就是说我在他里面，我不会再犯罪。但是如果说我不在他里面，我还是会继续犯罪。有一天我愿意认罪悔改，来到基督面前，承认他是我的救主之后，你也就不会再继续犯罪。我接受主，年纪也蛮大，50多岁才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救主。但是在50几年以前，我是不是一直在犯罪？我不认识他，我不接受他，人家跟我传福音，我就是不理也不听。Peter 是宋龙是知道的，所以呢，可是在我接受以后，我是不是还会犯罪？我还会有罪，但是我知道如何减轻我的罪，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慢慢慢慢的我就不会犯罪了。所以犯罪的人就是否认基督，在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是会去犯罪。我犯的罪不是说在人的律法上可以解释的，可以设定的，而是在神的标准里面，在圣灵的标准里面，我是不是犯罪？所以，罪人是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的，而且罪跟基督是不能够和解的，是对立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就无法容忍任何罪在他里面。这就是说，我们在他里面就不会去犯罪。那他继续说呢，孩子们不要受人欺骗，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公义的。约翰对这个罪的主题呢，在这里做了一个结束。他用孩子们说，他刚才解释的罪，现在说孩子们，你们要注意了，你们警告他们如何才能够不犯罪。然后呢？当时呢，这些假教师呢是一个欺骗者，他是撒旦所用的工具。他们不仅在神学上，而且怎么样，在道德上企图引导他们误入歧途。我们讲过，当时的异端有不承认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为了解救人而来的。所以在神学上，他们的基础是就已经偏离了真理。然后呢，就因当时的学说，我也提过，有
这个享受主义，还有什么苦行主义，那他一定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得到这个解脱，或者说得到救恩的这种情形。你苦行也可以的，因为你就是说我能够训练我自己，我把就是苦行僧，就是躲起来，就是修道室里面，在这个小房间里面，或者说不接触世俗的事情，我就不会犯罪。还有一个喜乐主义，就是说我肉体跟我灵是分开来的，我灵已经得救了，我肉体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灵已经，我肉体会毁坏，反正会毁坏，我在这个世上我就好好享受。所以那这是享乐派的，都是歧途，不是正道的。约翰就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受人欺骗，要保持警惕。当时的异教徒或者现在的民间信仰的或者任何教会的，就是信仰中就是说，可以用某种方式让我成为义人，而不要去做。所以在佛教来讲，就是说你什么修桥补路啊，修你的善行啊，就是好像你这个在你的银行账本里面的这个存款越来越多了，你要做好事才有。才能够，就是说你不会轮回啊什么的。你要即使轮回，你回来还是做人，不是做猪、做狗、做牛、做羊的。这是佛教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可以做这些事情。那约翰是断然的否认这件事。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念，这无论这世上任何的行为能够让人称义的，那都算是异端。我们绝对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成为圣洁，记到，我们绝对不能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如何去修行能够是圣洁的。你一定要有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带领你研读神的话语，去了解神的旨意，了解神的教导。圣灵会带你从这些教导中，让你慢慢的成为圣洁。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你从出生的小 baby，然后成长，变成一个强壮的一个信徒，这都是神的带领，而不是靠你自己。我可以读圣经，坐在那里从几个小时读圣经，但是我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用的。这是我们也要注意，所以不能够去相信任何人，只要靠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称义的。接着他讲到罪的事情，他刚才解释到罪，然后说为人为什么不会犯罪，所以他这里讲到他的原因来了。第八节这么说，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因此神的儿子显现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有做恶事的人都是属于魔鬼，所有犯罪的人都是属于魔鬼。他不是把这个罪啊跟这个破坏神的律法来连接在一起，因为什么呀？我们知道这个里面这本书里面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很多神的教导，很多神的条例啊、典章啊，以色列常常犯，他就要赎罪去，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会犯，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只要犯了法，就是跟这个魔鬼这个罪不一样。的罪是跟魔鬼连在一起，魔鬼会引诱你，告诉你你去做些什么事情。所以魔鬼从一开始就犯罪。若你参考约翰福音第八章40节可以看得到。然后由于罪是魔鬼特有的目的，它持续的活动。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想象得到，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属灵的征战是跟谁征战？不是跟耶稣基督啊，不是跟神啊，你是跟魔鬼啊。魔鬼会一直告诉你要做些事，想要引诱你去做的事情。所以每个人的犯罪都表现出什么？虽然刚刚开始然后一点点，可能不是从魔鬼来，但是最终可能都是从魔鬼来。也许有一点点，就是说我读经的时候也看到一些事情了，我觉得
那小心哦，那可能也都是从魔鬼来的。你的罪性都是从一点点开始。你要吸毒，我就说我是，哦，这开个一个 party，这庆祝会，我们大家一点点就好。可是那一点点变成2点、3点、4点、5点，到最后无法自拔，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读到过耶稣的教导，那个面包里面怎么样？馒头里面那个叫一点点就会发酵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里。所以罪都是从魔鬼那里出来的。那魔鬼与神的儿子两个比较一下是什么样子？魔鬼的典型的工作就是要人去犯罪，但是儿子，神儿子的目的是什么？要拯救你在罪里面，他要把你救出来。所以神的儿子跟魔鬼是对抗的。绝对没有妥协的。我们签一个和平条约，你不要来让我的人犯罪，我也不要去找你麻烦，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儿子的出现就是要摧毁魔鬼的工作，他做到了没有？他做到了，他自己没有罪，他愿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做到了，他复活了。这是我们能够相信也确认的事实，所以魔鬼的工作呢，它是渗透与破坏神完美的创造。谁是完美的创造？神造我们的时候，神造所有的宇宙的时候，都说什么？他看的都是好的。最后为什么犯罪呢？因为那一条死了。对，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诱惑人犯罪，从肉体上、从智力上引诱你。你肉体上的情欲上的感觉是你会被魔鬼引诱，你智力上、你脑力思想上去看到一些事情，哇，这个真的是很新鲜，我愿意去学习、去了解。但是跟神的话语说有对立的时候，要注意到，所以他会引诱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会攻击人的灵魂、肉体和你的思想。你想想，魔鬼是多可怕的事情！他不是只有对你的肉体上来引诱你，他甚至在你的灵魂、灵命上引诱你，他甚至在你的思想上、你的头脑里面去，等于就让你洗脑，这给你人跟人就变了一个样子。也许我在我犯罪的时候，我会听到一种声音，会觉得，哎，我怎么做这些事情？我真的不配做基督徒。谁在跟你说话？魔鬼在跟你说话。你不配吗？你配。你所要做的是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去听人家说，哎呀，你这样的是像算什么基督徒啊？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子，你就要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事情，才能够抵挡这个魔鬼的工作。那基督来了，他们破坏了、毁坏了魔鬼的工作的时候呢？但是魔鬼有没有顺服啊？他还继续啊，他还是很忙的。啊，这个世上你可以看到，所有为什么道德越来越败坏，这魔鬼很高兴了，只有等谁来收拾他？耶稣，只有是基督再来了才能够收拾他。但是我们在这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属世的世上的时候，就是魔鬼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剥离魔鬼的捆绑，魔鬼的暴政，它是暴力的。杀人放火的事情，他没有少做过。世界上的战争挑起的战争，也都是魔鬼在那里做。所以，基督第一次显现的目的是除去罪，要消除魔鬼。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能向罪和魔鬼妥协，否则就是与基督对抗了。我们刚才讲了，对不对？魔鬼就是要人去犯罪，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人。所以两个是对抗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跟魔鬼妥协了，哎，
没有关系了，我今天就是少少，我就做这件事情，我下次不做了。可以，你跟神认罪祷告是我的软弱，求你给力量，我不会再去犯罪。但是你一直犯下去的时候，你离开神的正道去相信异端的时候，那就是魔鬼胜利，你就是在跟基督对抗。所以我们刚刚说假教师，在英文翻成 Antichrist 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应该是翻译成假教师，他教的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是跟耶稣对抗的。然后呢，人要能够走向圣洁的第一步是什么？认罪，了解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认罪。第二步就是说，我看到罪与基督拯救的工作是绝对不容。当你看到这两点的时候，你在神面前认罪，然后你再看到基督的救赎。与罪是两个不能相合的，不能妥协的时候，基督在那，你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不可能再去犯罪，你就慢慢就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从你不圣洁慢慢走向圣洁，在你看到神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坦然无惧，也不会觉得惭愧。那他的结论呢？耶稣不是约翰的结论就是说什么？基督徒不会犯罪，不会继续犯罪，也不能继续犯罪。你不会也不能，那就很奇怪了。为什么呢？所以他是解释了，真正的基督徒是由神而生的，本质上就没有能力去犯罪。为什么？神本来就是公义的，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公义的，他没有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没有罪的基督里面，我们会不会犯罪呢？那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也不可能去犯罪。所以这里说，如果说你否认自己是个罪人，你就是个骗子。在前面说过，然后呢，约翰说，并没有说否认人基督徒不会犯罪。在第二章第一节说啊，我怕你们可能会犯罪这种情形。重点是我们的罪与基督是不能相容的。如果我们继续犯罪，我们就是属于魔，因为魔鬼才有犯罪的罪性在里面。我们的罪性可能很多，刚认识主的时候，刚接受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慢慢慢慢把这些魔鬼的罪性除去，一点一滴的除去，你才能够洁净自己。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也常常用这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说你拿一瓶水，全部是黑的水，墨水在里面，但是你不断的倒清水里面进去，那黑水就流出来，对不对？慢慢慢慢，那个水怎么样？变淡了，黑色慢慢没有。你不断的浇清水进去，活水进去的话，会变成什么？一瓶活水，一瓶干净的水。耶稣说什么？他是生命，他比喻的，他就是个活水。我们在神的里面，就是要有活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才能够得到洁净，才能够不会再去犯罪。那他继续说，基督徒不犯罪也不可能犯罪的理由是什么？我刚刚讲过，基督徒是生活在基督里面，所以就不会继续犯罪。那基督徒的生命。新生命就不会继续犯罪。我们有了生命，因为什么？神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神把他公义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成长。因为我们是从他那而生的，有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不可能习惯的去犯罪。如果说这个基督徒他继续犯罪，那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他说他是基督徒，就表示他从来没有重生过，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已经有神的种子在你的生命之中，神是公义的，神是不犯罪的。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是没有罪的，你怎么可能去犯罪？这也许是我们小脑袋想不清楚，但是你可以回想自己。
在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过程，去想想看，跟你刚刚信主的时候，跟你现在灵命成长茁壮刚强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情形？另外，那些继续犯罪的人就会离开教会，不会在这里去，因为神也不会容许他，我们基督徒也大概也不会容许他。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教导，如果说有人犯罪，教会常常劝勉他、劝勉他、劝勉他，他还是不改的时候，就只有让他离开教会。当然，你劝勉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我今天把你叫到我办公室来，我就说说他，说说你，讲讲你，而是要几个人在他面前。这是就是说，教会它有这个神的教导，有一定的规则的，让人。所以这些人，不管是你继续犯罪的时候，你不能在基督的团体里面，也不能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能够生活下来，所以也就不能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一起做团契的时候，所以就被赶出了，也就不是真正基督。所以你真正的基督徒，你是不会犯罪，不错。你会犯罪，但是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不会继续犯罪。当你不能继续、不可、不会继续犯罪的时候，你慢慢也了解，你也不能去犯罪，因为你认识神、认识基督。当你了解神的话语、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不能去犯罪。这是非常重要，神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十节就是说，这样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很明显了。凡不行义的，就是出于神，就不出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这样。虽然基督徒最后的情形是怎么样，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现在当下，你就可以知道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不信主的应该可以分出来，就是魔鬼的儿女。但是在我们信主之中，有没有是神的儿女？有没有是魔鬼的儿女？神与魔鬼是对立的。真言、真理与谎言，善与恶，对与错，是对立的二分法，绝对没有灰色地带，你绝对没有妥协的。对与错是非常明显，在神的眼里面，你是行善的，你是作恶的，在神的标准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在说，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在神的看法里面，他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出生要不是神圣的，就是邪恶；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就是魔鬼的儿女。我们今天选择成为神的儿女，愿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去成为魔鬼的儿女。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力量去抵挡魔鬼。神怎么样给你力量？你要与神亲近，基督要在你里面，你要在基督里面，就是这本圣经神的话要去好好的灵修祷告。所以从属灵的意思上说，神不是所有人的父。我们常常说天父，天父啊，那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称为他父。不是基督徒，你不可能说神是我的父。他也不可能开口说，这是确定的。所以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儿女。想想看，成为神的儿女有条件的，你要认罪悔改，接受他是你的救，相信耶稣基督，你才是神的儿女，是神的恩典。你愿意接受这个恩典，你才会成为他的神的儿女。但是你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称他是你的父，或是你是他的儿女。我们今天有这个福分，能够在神的在基督里面，能够互相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如何成为神的孩子呢？对人而言，就是要透过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但对神来而言呢，要透过重生。你一定要重生，让你神看见你是他的真正的儿女，而不是魔鬼的儿女。你要有一个重生，要一个完完全全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做到的。那如何说分辨这个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呢？透过他们的行为，
心里充满罪恶、无心爱的异端人就是陌生人，就是你没有爱，你充满了恶，比如说恨啊、仇恨啊、嫉妒啊，这都是恶的行为，在你的行为可以显现出来。然后呢，不行正义的、不行善的、不爱弟兄姐妹，都不是神的儿女。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里，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让你能够行出你的是真正基督徒的样子出来。那我们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行公义呢，就是要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坦然无惧的见到主，然后要行公义，就是从神生的，然后见主面时要有洁净的生命，这是我们要做的。然后从神生的呢，就不会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属于魔鬼的。从行义的，就是属于神的。然后从神生的不会犯罪，不行义不爱弟兄姐妹的就不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学到行公义不犯罪，要盼望主再来。行公义不犯罪，你盼望主再来，你才不会坦然无惧。然后要说是。神的儿女不要属魔鬼的，我思考什么呢？我如何预备盼主再来，盼望主再来？这是我们常常要做到的，我们常常要思想的。然后我如何坚定我要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魔鬼的儿女？这就在我们的灵命上成长上要注意到的事情。那最后以雅各书第4章17节的经文来做个互勉的经文。人若知道该行善事却不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如果说我知道这件事情而不去做，那就是犯罪。好吧，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